8年前来到这个 square， 当时下着雨，有一种神秘色彩。这次来完全感觉不，St. Vincent's Church， 建于16多少年，是一个哥德式的建筑。Basilica of Santa Maria.8年前，我从葡萄牙到西班牙，就到了这里，经过这儿去了法国。当时印象最深的就是海湾，这里的 tapas 又叫 pincho， 它的 tapas。San Sebastián是巴斯克地区第二大城市，第一大的就是贝尔包尔。西班牙最深的印象就是说它的人口剧增，因为这10年来经济不太好，所以大量企业外来移民，但是它自己的人口50%的失业率。每次就地重游都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，就是不管时隔多少年，哪怕是5年、10年，再来再走过你曾经走过路线，像昨天才发生的事情一样。8年前走过这个海湾，我现在再走一遍，我就觉得前刚刚走过。你们知道吗？西班牙现在最大的国家支柱产业是旅游业，它曾经是金属制造业，是它曾经的最大支柱产业。